你早，我们环球邮报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八点在 YouTube 公开的台湾539号码，全车二中一，全车的二中一，2528，这是全车二中一。那么 B 组呢，尾数碰尾数，五尾碰八尾，各位现在牌子不好中，谁晓得是哪一只会中啊？千万记住的，当你去没有办法中的时候，就我们已经上次六次不中，第七次我们才用尾数碰尾数中，一定要变动的方法，你不要的是我们签牌啊，就是等于赌博，赌博意思就是要赢钱啊，就是要赢钱。那么你做什么事情也都是如此啊，就是只有胜啊，不要做惨败将军啊，我们常胜就好了啊。